真係估唔到自己今次攞冠軍，平時都係入到決賽已經好心滿意足，係啦，每次都係盡力比賽，估唔到今次攞冠軍。可能佢哋啲強嘅對手喺埋一齊，所以就爭曬啲包。咁我就比較側邊嗰兩位就係新嘅對手嚟嘅，所以經驗冇咁好，所以就我比較著數啲。其實個防隊佢都係確保我哋安全嘅啫，不過真係有啲麻煩嘅，其實操作。如果你唔係太熟習個防墮器材嘅操作咧，係有啲輸蝕嘅。點慶祝啊？我快啲翻屋企，因為我聽日仲要翻工嘅。擂台長就可能未必啦，因為要付出時間啦，因為要 keep 住每一年都要入嚟，咁可能我都會為家庭為主，可能未必會年年都有時間可以抽數入嚟呢度比賽咁樣。係咪預告下年未必會參加嘅？睇情況咯，希望如果都有體能啊，有時間嘅話都想盡量去完成呢個賽事嘅。非常之開心啊，因為係咯，又可以多個獎杯送俾屋企人啦。咁同埋因為上年結咗婚啦，咁今年就會多咗個獎，同埋多咗一個獎可以俾我另外奶奶啦。